张雷介绍下一组。谢谢林海，也祝两位好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马海生、郑欣宜。我们知道偶像的舞台评选的时候要看很多综合的因素，但是我相信在唱功上，两位有可能是在我们六强选手当中到目前为止大家公认最会唱歌的，自己承认吗？我觉得郑欣宜是的。马海生也是好样的哈，但是有可能这正是你们痛苦的地方。你们两个合作如果都唱得很完美，有可能老师会说你们的技巧太多了，如果你们有时候稍稍放些技巧，导师会说你们的唱功没有完全的发挥好，台上只要稍一分心又会说你们不走心，为自己担心过吗？还好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努力把歌唱好吧。希望你们能够在台上把握好每一个音符。OK， 马海生笑得很开心，好像是信心十足的样子。至少马海生跟郑欣宜在一起，他们合作的是非常愉快的，因为两个人都是爱音乐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在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请看大屏幕。我们是双子座。大家让我跟马海生一起唱这首《神话》，我觉得大家很有眼光。他是很爷们的一个人，但我觉得他在舞台上面很细腻。双子座就是两个人，可能他的两个双子座是一个爷们儿跟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女孩。当我听到我要跟郑欣宜搭档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感觉是应该会挑选一首比较凸显唱功的歌曲。但是呢，其实这首歌对我也有挑战，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韩红老师，应该会更严厉的去要求我们。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，就是旋律也很美，画面也很美，一切都很美，所以大家一定这么挫折。对，期待吧。请欣赏马海生、郑欣宜为您带来《美丽的神话》。
谢谢谢谢马海生，谢谢郑欣宜，谢谢两位。有一些歌呢，必须要自己唱过才知道原唱唱的多好。那当然两位今天是有压力的，原唱就坐在你们对面啊。我请一个不是原唱的人来点评好了。来，齐哥。哎，凭什么呀？哎，凭什么呀？我的歌让人家唱，我还连话都不能说呀。你这，我先听。我跟你瞅什么仇在冤呢？客观一点嘛。对呀。其实凭良心说，这首歌是华语歌坛最强的男女歌手对唱。所以你在挑战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就带着一个期待，有点惶恐的心态。对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它太经典了，而且它原唱者真的太厉害了。不过海生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用你的方式唱出你的深情，虽然歌声不像孙楠那么高亢，但是那种柔情、那种澎湃，掌控得非常的好。那欣喜呢，你传统的唱法就是用了很多气音，然后呢有些断音的部分你会如泣如诉，可是在开场的时候那一段，在高音的部分你就会很吃亏，等到后面 full band 进来的时候，你的慷慨激昂能够把你的力道，把你的声音给放送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表现得很好。所以这歌在挑选的时候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。好，那这一组唱完了，其他。